现在就放了。来，那我们先往这边来，因为我听我老公他的一些专科的同学，他那时候百姓百姓，他们现在在。然后就是你弄的，我们讲，我们不敢过。所以，再完整的看就行了。来这里哟、好，来各位哈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的全名应该叫做金黄埔特约茶室，俗称军中特约，又叫八三幺。那这个呢，又依旧走过烽火岁月的军人，所以我们金门国家公园才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史记载。可是这是原址，这个就原来的地方。因为以前金门总共有五个师，我们有镇西师、金西师、南雄师、军东师、烈屿师，还有加一个叫金钟师。金钟师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。可是金钟师是第一个废除。那这个金钟的园，我们在什么时候没有呢？70年代以后到80年代初，也就是当年陈礼安当国防部长的时候，我们废除了这个军中乐园，废除了这个军中乐园。好，那你也可以看到的呢，这个博物馆其实是后来才做的，那以前的外观就是这个样子，只是内部我没有做整理。好，内部以前它就是一个很便宜的房间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除了做文史上的一个记载之外，我们要做一些文史上的一个记载之外的话呢，我们还有做其他的这个预测。那你也可以看到的呢，来看看市井还有黄兰桂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呢，它这个就是有经过的经过，可是它后面的部分的话呢，有几个房间，那我就觉得说，空间还不错。可是呢，其实这些小学里面的三层的地方，没有故事，它不会来到这个地方，都是有故事的。它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一个，那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当时台湾的一些师长。好，那当时的师长聊的话呢，不会抹白的嘛？如果从事这个行业来抓的，那我们呢，也有台湾。还是来金门继续从事服务的，那有一部分的人，他就会想说，那觉得这边小，那有一部分人，可是来到这里都是有背负的辛酸苦楚，因为来到这里，当时对台湾是音讯全无的，因为一直以为对外一种不行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话，更不要说手机，这是不同的事情了。好，那那个年代来讲的话，我们做单打双打。因为我们在民国67年之前，我们基本都还单打双打。什么叫单打双打？13579打，2468不打，一直打到民国67年北美建交之后呢，才真正有保安证。所以这段期间来到金门的人呢，都是要有保安的。那所谓的单打的话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像今天3204号，今天不打，尖叫4号，尖叫不打。那5号，像昨天就要早一点吃晚餐，所以我昨天就不符合标准了，太晚去吃了，我就要早一点吃晚餐。吃完晚餐之后呢，像我妈他们那个年代，她就是要赶快带着打去家打小去，因为打的时间不一定，她有可能3号6:30会打，5号可能6:25就打，大概就是集中在这样子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就是金门的，就是在这种炮火当中，经过了20年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当年这些人来到这里也是一样是要回报的。那如果是顶刑期的，他们不可以任意走出这个门。然后每个星期四他们的公休日，可是的话呢，他们没有办法呢自由活动。他们如果是顶刑期的，他还有侍卫官来陪同才可以出去。然后一个房间等于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空间，就等于他们的生活空间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往这边来。
哦，里面就是模拟当时的房间，然后黑衣的，然后黑衣的话呢是洗手间，哦，啊，不然你们哈没有问我哺乳室，不然还有人上次问我说，哈，那个年代就有哺乳室了，哦，当然没有，但是因为现在的话呢成为景点，那景点的话呢它就是要有这种设备，哦，那这个房间呢以前的房间才是真正的，哦，啊，也千万不要跟我讲说那个玫瑰花是从上面流下来。以前它是没有这个样子的，它以前就是一样有中庭，可是就是简单扼要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有加以跟它再整理过的哈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往这边呢跟它看过来。很多啊，迫不及待哦，无啊啦，来家啦，我们准备体验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我面对着你，伊去对别人哩。来在这里讲哩。可是现在只要讲到军中乐园呢，几乎都跟金门花上等号。再加上前两年钮承泽这个导演在台湾拍的这部军中乐园的电影，然后呢才又重新把这个名称呢炒作起来。哦，那你也可以看到了，当时他们一张票不能超过30分钟，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，我们来这边一定不超过30分钟，超过30分钟我们是必须要补票的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大哥你刚刚已经先进了一次，所以你等一下再没有补票，知道吗？哦，因为你刚刚已经给你买了。哦，然后每个星期四呢就是他的公休日，每个星期日是他的公休日。哦，所以的话呢他们这个还不可以接待非军人。哦，不可以接待非军人。那常常呢我听那些老兵在讲啊，他们是凭票入内消费的。那从凭票入内消费呢，他就是有照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看你要买哪一号。可是我听老兵讲说，偶尔会发生那种吼，上面的照片跟实际的年龄大概在加个20岁左右。来，那我们再继续往这边看过。好，来，那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了，这是属于高消费的一个所在位置。哈，那您可以看到的有没有？今天15号休息，然后呢，看你要买几号。好，那1961年就是民国50年的时候，当时他有分哦，军官票是30块钱，和当时的黄金1钱。才180而已，哦，那你可以看到，民国51年，军官票80块钱，而当时的老师一个月薪水才800块钱人民币，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属于高消费？哈，哦，然后呢，民国59年，军官票100块，有没有？哈，哦，那当时的基层公务人员一个月才985，所以我常讲说，这是属于高消费的一个地方。哦，那你可以看到在金门当时呢部队这么多，当然不可能只有这一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还有跟军官跟阿兵哥的，你总不能长官也来阿兵哥也来，这样子会有一点点尴尬，所以我们是有所区分的。那有所区分的，我们有分甲级跟乙级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那以前的女孩子的门口我们就会贴这一对门帘，叫什么呢？大丈夫效命沙磨长枪，下联叫做小女子献身家国服，横批叫做舍身报国。哦，来，那么后面的这些都是他们当时的一些新的武力，这绝对不是当时的小姐。
浴室。我之前讲过这些。老会跟他听的呢，开玩笑。哎，你明白为什么要听的啦？哎，嘿，外行的消费啊，你讲，老师一个月赚八块，伊来一届就几十吧，一直讲起来都比老师一个月薪水多哈多呀。他们虽然不是他们的，可是这个也是真的很高啊。这种数都不是骗人的啦，哦，对呀，是骗人的。都不是他们的，可能是五五分上的吼。来四张，一天就七八块啊，老师一个七八块。哎，咱来这七十三十分钟尔啦，开玩笑。以前里面真的就有厕所，没有啦，后来才。我想看，刚刚客房，那是刚刚客房，你忘了我们中早晨那个客房。那个花一斤都能黑皮，哎呀，我黑陈意涵的我，哎，姑爷修了这花圈，你先好。清晨六点之前就需起床过卫生活，一夜之间遇到才有热量运动。